我若当介绍了，我看这阿无包含，只是包含一条包含，我看可以带入哪里？甚至啊，带入哪里？用繁殖喜欢的动物，带入繁殖的天气，用一个地皮哦，带带十万块，一块钱。我今话题还蛮多的，比如他其实。不管平出去，互相踢，阴阳出面会，刀斩一皮锅，先个发表会，带回来戏，休息，现在为我发声来欢迎安平会六，带大家来祭祖。
啊，即摆做地主以后，也是继续不断来支持阮平镇以后。所以咱林镇长就是构想，就是讲将来，若观光客要来恒春办头，第一件代志就是要来听恒春民谣。所以阮恒春民谣促进会将来也朝这个目标来迈进。尤其我们现在政府行政院文件会积极在倡导说，每一个乡镇都要有一个文化的特色。阿南两村里，他跨过来，最极力推倡除了观光事业以外，但是要有一个新的特色、文化的特色，就是发展两村民谣。我所有的观光客来到两村观光，就是要来听两村民谣。所以这个工作，承蒙林镇长的取舍，落在我们恒春民谣促进会的肩膀上。所以我将来你来请尽量来做啊，我们为维护我们恒春的文化资产，尽一点绵薄之力啊，在此啊，也盼望我们全体的朋友啊，共同来努力，共同的支持啊。我们今天晚上非常高兴，有几位特别的来宾啊，都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观赏我们今天的成果发表会啊，请大家指导。首先，我们特别介绍恒春镇林镇长啊，他莅临现场。还有我们恒春镇的前镇长戴坤礼先生，爱来到。还有我们恒春狮子会的会长胡会长。民谣促进会的顾问啊，非常感谢。还有我们恒春狮子会的几位顾问啊，也都来到现场，非常感谢。还有我们车城乡前乡长啊，黄乡长，也是我们会里面的顾问，非常感谢。啊，我想我们节目也即将开始。好，我今天特别要提出来的就是。安迪尼一年一度的成果发表会，特别邀请三个来宾的单位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这个晚会。首先是我们特别邀请车城乡的国乐社啊，由我们黄春海乡长夫人所领导的国乐社，南社团恒南三地舞团，由陈安茂先生，我也是我们北会的理事。所领导的这个三地舞蹈团啊，非常感谢你们的参与。另外，广沙社区啊，也今天也来参与我们的这个成果发表会啊，我们也鼓掌表示欢迎，谢谢。最后，敬祝各位今天来与会的贵宾，还有我们的所有的朋友健康快乐。谢谢。最后，我先来多谢安平酒店这阵子来的辛苦。啊嘞，林镇长嘞，这回啊，伫举办前两三天吼，举办一个迄个中辍生啊，这个募捐活动啊。伊安个会长呢，伊今仔日啊，镇长来，伊个人捐赠10000块啊，来亲手呢来搞完林镇长募捐活动呢，非常有意义。希望大家啊，下晡呢，阿联会长嘛，我呼吁了哈，希望咱促进会的成员，大家共襄盛举，一起敬拜。定定会以省级爱社会捐赠到100万，可是呢，到今天的报纸报道出来啊，只有65万，差距还有35万啊，俺在座的各位啊，不管你是车城啊，是这个所在哈。爱心任何地方都可以做啊！我好无点少，一般我嘛会甲你讲太多啊。那好，林镇长给我们会里面勉励。啊，吴理事长，啊，我吴主任，啊，在这
谢谢贵宾，在座谢谢小姐，在座谢谢先生，大家们，大家好。感谢我弟弟，今日我们我拢做非常的努力，哦，爱出的家靠白来，真是的，爱出的姐姐，今日出的也能即将来参加安吉主讲机，这个成果发表会，我就是讲非常感谢。啊，今日主讲机发表会，安吉出的文化，在特别讲是亚洲的一个的形象。因为安恒村的也是干啦，那个讲主相机，比较侪是那讲主相机，伊就在讲这是恒村的，哦，啊，比较我比较侪是讲，那个拍卖主相机，哦，这是恒村的，哦，是旧年，就是安，所以主相机是安恒村的文化，啊，以前啊，我把你啊，摩的少，啊，甚至即系有咧办相机，我讲，天从安在爱个花园广场，这是安恒村的。文化精神，啊！接下来我有咧坦白讲个，我去哦，龙飞，我设计一间大楼个时阵，特别对面个一间个就是住下医疗馆，医疗馆对面个一间，一间个诶，音响等等个设备咧，因啊，顶管来看来，还是听咧，讲起咧有好水准，人家个动作。拢是新版，哦，啊，是个顶顶，拢是一个盖好个个设备，啊，遐个，我就是讲要完成出来相机，来当遐个时阵，考试有镜头个时阵，也只看是个第一版，来表演一遍，啊，好，人来，哇，个人个人来，按他们讲，按来出去外面，外国个时阵，拢有人是讲要去看人个文化，啊，他们讲。安尼出的路过，那是印度的是火箭炮人来搞印度的，那边的观念就来路过，所以我就来咧讲，你听我咧讲，尽量好看一下来，哦，把这个文化推荐到出去，啊，接下来我要安怎想，要安怎来用，诶，伊这个是国外总裁、表总裁有咧讲，我是讲伊咧讲，比如讲，你的主席以后是好的，安尼出的看的。拢卖达掉，拢像个靠标啊！哦，讲安尼时阵几号达掉，都拢差不多啊，是毋是？差不多那个嘛，较快乐个歌会即卖一面，少年个哦，个风气个就好看。后来总裁就是伊所有个即个个总经理个顶管个即个，或者叫总裁哦，爱是伊个公安个时阵啊，感到无力了吼。爱出的接下来看哦，安尼主相机哦，啊，有啊有啊，改革一下主相机。主相机是美国迄个最主要的时阵，安尼主相机的出名是讲咧小搭，哦，上高遐小搭来小搭去，这是安尼主相机的特色。所以我讲接下来希望哦，迄个大家各了解研究一下，了解解一下，爱出的接下来了查，哦，爱出我好希望哦，好顶头。人会当来去代告永春的去听安尼主相机，啊，我是讲，只爱提供安永春的文化嘞，拜托黄理事长，拜托您一下，哦，拜托您只爱主相机吼，啊，迄个主教练啊，主老师啊，麻烦您一下，比较开心一下，哦，即我接下来拜托吼，大家共同那个，哦，即安永春的文化，共同那个发扬光大，啊，说不定春嘞，还是我办起来。不少我无兼顾啦吼，他做了黄秘书长的课吼，因为我是讲礼拜日啊礼拜日的时阵，我一方做办的主持安排，然后主持安排，迄个主持安排就是因为介些介复旧复旧的家庭，忽然间哦袂让上，即个不正式，袂让那个出现，啊是介。啊，那些我刚刚的英国同学，真正安在了啥？安尼国家的未来的主人翁是啥？就是爱囡仔。安尼社会，安尼社会未来的主人翁是爱囡仔。爱囡仔呢，哪来成功的？必然成功，必然成功的。
壮工帮忙盖多，夜间工还有第二个做的是什么？哦，安尼社会，哦，那一定比较安定。哦，啊，所以我写一下，哦，那个火量安定点啊，起码把地方比咱卖管更尊敬。哦，那个安家己更尊敬的啦，教父安定尊敬的啦，我写起来以起码一个来完成一个行业。哦，啊，是我把一块隔掉，都要封锁。哦，啊，现在隔掉不办。他这个贷款以本证级外业出现在今天政府将贷款，所以以国家发国小政府发的贷款这边的是外商的金融加油啊，是这些这项其实注册今天啊一开始为了你搞个讲一定要你算计也是说讲要甲囡仔用好机会时阵，这样子太多了。我刚才讲的，啊，比我这样子时阵，以前已经有变过了。哦，因为现在代表劳工的问题，你这四年的定定，有哪四年需要一份这个合规的，哦，这奖学金定定，啊，接下来我以前有提出来就是讲，国小甲国中的合规专业辅导，哦，高中。以上的高中的时是学期补助3500，一年都补助7000。专科的预定补助7000，一年都要办4次。大学甲博士的是学期补助10000，啊是一年都要2万。啊，的时阵今年预定变2600万，哦，明年变发国债，哦，这奖学金。啊，的时阵为了你讲讲，啊，你都讲今年讲最少3000万，我唔对，我讲要最少3000万。今年我先那发2000万，因为他在资金量在意外死亡，拢总要34个，现在不要讲叫我来讲负责讲对，所以34个，37个，多少七个，一个一点20万，所以今年、明年要发的，我啊今年啊变，明年要发的发。一个20万，37个转，一个发740万，这个意外死亡，加上行政长无好人诶，我预定明年要发，所以咧伫咧遮，啊，这个奖学金咧，我才准备着，较歹势，就准备着2600万诶，啊，大概到了3年咧，我一定会将提高到了3000万，再甲发。而且我是讲，甲大家讲一下，为了恁骂我，骂我讲我选举搞，选举的时阵讲奖学金要互人按，可能无啊。因为这代表讲91年，免一边的意思，伊袂使，伊拢无赞成我。伊甲我讲，伊92年开始，伊有4年人变的意思，伊一定支持我。啊，我看大家也代表也来支持我，啊，的时阵来祝福，安尼阵子来定年，啊，的时阵明年的时阵。那奖学金的部分对较为特殊，啊那本证钱嘞，归只贴起来 A 基金的时阵，看来到发些午餐费，啊我是讲希望在嘞，哦，那下场的是多多帮助支持，五十八无嫌少，哦啊那是吼，要搁较侪，我较个人就是啊，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谢。有人跑上来就来进店，啊，来来玻璃。这回呢，俺这个先哥发表会啊，俺恒春西厝会呢，啊，非常非常的啊，感恩玻璃啦。伊今晚要来颁证哈，给我们那个民谣促进会一些赞助经费的哈。好，来热烈掌声，我们来谢谢俺西厝会。吴平家吴理吴会长啊，二来二就也是国家的这个国家，咱首都的哈，咱这个促进会的这个展桌，精华民谣的精华，以什么所在为了把表演出来？啊，大家看见咱呢，希望你。有时间拢尽量来留咧，来自头到尾来甲听，来甲参悟，吼、哦，
这是和平洋这个促进会呢一个鼓励。人咧讲啊，人爱鼓励才会进步。啊，伫厝咧教囡仔嘛，就是安尼。你若有甲鼓励，这个囡仔袂变态。你若当唔当吹啊热起来，就得甲招。这个囡仔我话差不多点就出去啊。用你常常打招呼，我要家己出来探食。出去有咧探食无？唔知影咧。好、哦，所以囡仔会变慢。这种音乐就是一种潜移默化，哦，慢慢啊，甲砍得掉，慢慢甲砍，慢慢甲砍得。用音乐来利用，比安尼用嘴来讲，用比用嘴啊，搁较有力，搁较好。啊、哦，然后呢，刷来要甲做主持啊，有两位啊，帅哥美女，一位呢，就是俺当红天董芳青小姐，啊，一位是我们。那个萧伯奇萧先生，我们热烈掌声来欢迎他们，为我们带来带下来今天晚上的所有节目，热烈掌声。各位亲爱的乡亲士大，有乐兄弟、囡仔兄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好。萧伯奇，乡亲，上台鞠一躬，大家好。今天的暗暝。是咱永春慈祥居民谣促进会发表会。是啊，阮要来唱民谣。咱永春的民谣，唔敢是歌曲尔听。因是咱的感情，嘛是咱的思想。阮要唱人民，阮要唱土地，更加要唱咱的生活。邀请大家做伙来看，嘛做伙来听，做伙来想，嘛做伙用心来感动。现在欢迎由咱永春民谣促进会为咱所带来《思乡之飘声牵画》，邀请恁热烈的鼓声，感谢。Thank you.
咱平民拢拢知，其中有一件可能你较难知，就是第四件高大山。高大山我爱对西门之外，对西门面出西门之外，诶，正手边还有八公里所在，正手边有一间庙，叫做三千古王庙。迄间庙较早也是我都无见着，上早迄个叫做高大山。也是讲呢，咱人愈来愈侪，愈来愈侪，以后的事结果，这头就走，走去对伊呢，走去边头去，伊人侪伊就惊就走啊。去边头了的时，到边头后壁遐，经过一个洞，就走去边遐。迄个洞遐，起起来时，咱人本来愈来愈开困，愈来愈开困，开困到尾的时，狗又搁着惊，又搁活去。我因个独闭个所在，特别惊，又惊从佫走。啊，走了的时候，我走袂远嘞，我嘛唔知。有诶，讲是伫这个社顶公园，有诶，佫讲是缩较山内底，即个石头全四散去。即摆咱来看，因两个安尼为咱介绍乡村八景，好，请大家给我声。中心地敲三界，地引龙雕出人才。
底第五景，是咱恒春镇城内东边面迄三座山，叫做三台山。哦，这搞错，三台山你也知哦，啊，袂你搁继续去啊。第六景，土地永恒的地啊，三马里，他把威严啊，马地啊。Thank you.
Yeah.
Thank you.